好不好？啊，哦，今天晚上我跟妈妈睡，不要，啊，你睡这里，因为这里是你的家，不是啦，哦，那我送你一只臭鞋子，啊，这个给你吃，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，还是你要吃这个？巧克力口味的耶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巧克力口味？给我盖子。哦，给你啊。没有那个盖子啦。嗯。盖，这是盖起来的盖子。怎样？我放错了。哎。怎么这里有一个洞呢？嗯，从上面看得到你吗？嗯，啊哈，啊哈，看到你了。我看到一个小屁孩。嗯，为什么有一个小屁孩在这里？哎呀，你的房子又倒了啦！你的房子太烂了，老板，你的房子太烂了啦。哦，好了，要出来了吗？要。啊，要擦屁股了吗？哎呦，我小心跌倒哦，因为这个是会滑的哦。你要睡觉了吗？你在看那一本是什么？等一下哦，还有一个外太空的书。哪一个外太空的书？